投资不迷路，老板帮你鼓。大家好，我是钻爆雷老板、欸。今天录影的时间是六月十二号的下午哦。哇，今天有怎么样？昨天 Apple 大涨了七 percent，所以呢，今天的主题一定是最大瓶盖股是谁？当然是我们的台积电嘛。最大的 AI 股是谁？也是我们台积电嘛。但雷老板，我跟你说过，台积啊、呃，我讲给你听就好了，你不用来当我会员，这个是送给你的，送给我的观众朋友的。 我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说，台积这一段可以怎么做、哦，守那个跳空缺口就好了、哦，大概五趴的空间，你可以换到十趴到十五趴的上上档。好，银建股，哎、欸，今天有一两档出现跌停了，要先跑吗？那也是今天节目的重点哦。另外，海运多投是结束了，哇，海运已经连跌两天了。 手上的货柜航运散装还能报吗？想要知道更多的内容，哎、欸，同学先把我的 Line Eight 扫起来，里面常常不定期会更新免费的资讯哦，领取独家的资料。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再回来到今天的节目。 好，同学，今天呢，除了我们要讲台积电之外，要讲航运之外呢，哎，讲一些银件。但是呢，我还讲什么？讲一下为什么最近啊，我有一些选股哦，有几个族群可能刚好有选到了。前两天还很震荡，但是呢，这两天稍微有表态了。对，那我选的时候呢，通常是符合一刀流。哎，同学有上过我的课的，应该知道一刀流是什么？通常是发动第一根之后，股价回来到第一根附近，或者是股价在第一根上三分之一整理，或者是。 那一天是涨停的，来不及打隔天的开盘。等下来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好，那首先呢，现在恭喜一下哈、喔，就是说我们今天有那个三三七四的精彩。哎，目前六月五号啊，我们扣讯到现在。 已经有二十四 percent 左右了。那为什么当初雷老板挑到这一档？因为它算是台积电先进制程里面的，我觉得比较算是以前名字有听到，但是呢，最近呃公司的内容基本没有在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还不错，明年也蛮值得期待的。很多人看 E P S 会买不下去，但是我觉得它是 Coas 这个先进制程里面，哎，跟它有一点关系。那基本面这里我不要赘述太多。当初我选它的时候呢。 假设基本面的内容你已经知道了啊？为什么你想选？因为呢，雷老板那时候一直觉得国外的、国外的什么？先等我一下哦，雷老板那时候觉得国外的指数都还在过高，或在高档附近，涨的都是一些全指股，那很有可能一涨就涨回到我们的台积电了。但我又不太想要只买台积电，因为台积电大家都有嘛，对不对？你给我钱啊，我带你买台积电，这知道干嘛？ 我每次出买台积电，法方说我都有跟你说台积电怎么做啊？你如果没有忘记的话，我们先看一下台积电好了。我上一次这个跳空缺口的时候，没有，在这个这个跳空缺口就是前这个一开盘比前一天的收盘价高很多，会有一个股价跳空，对不对？这个跳空缺口，我说如果你的心脏很小，你守当天的怎么样下影线就好了才，才一趴不到，一两趴不到。但是呢。 你如果守下影线，你就停损的快嘛。我说，如果你是看好台积电中长期要破一千块的，你觉得上档有二三十趴的，你应该要去守这一个跳空缺口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要守到的人，今天台积电这一根你就吃得到啦。那台积电到底会不会变千金股？ 雷老板也是认为说它是迟早的事情而已啦，只是说到底什么时候，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但是呢，你买台积电，至少你睡得着觉嘛。那这个操作方式，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的停损来换这一段。假设你前面都没有做到，或者是你想加码，诶，这个方式我一样送给观众朋友、喔。好，那回来到，既然台积电买不下去，有没有它周边的一些设备果然是周边的可以讲的？有。 那那时候呢？为什么你要返回去选生羊？半？因为为什么？好，同学，我讲一下，我讲我的理由给你听。这一段不是涨很多吗？涨回来之后呢，我看到这附近，哎、欸，我就有兴趣了。他拉了这一根，我有兴趣了。所以呢，我本来以为，我本来希望，哎、欸，要么我碰到 MA one 的时候我来买。但是呢，他因为拉出了这一根，我很怕说，哇，他一根就已经吃掉这里的两根了哦。 几乎吃掉两根了、哦，所以呢，雷老板呢也没有布局的很好啦，你也可以笑我说没有买到最低，没有关系，因为全部的人都希望啊，我带你们是买卖最高，买最低，然后最好是每一天卖在每一天的最高，买在每一天最低。一个波段要做三十天，每一天都进出一次，都卖最高，买最低。啊、哦，同学，如果你有办法的话，自己想一下吧，到底股市谁能这样子做呢？好，不要说每天啦、啊，光每个月我们都有点难的，对不对？ 好，那那时候呢，我看到这一根之后，我就有兴趣了，所以呢，我就进来啦。那本来想说要不要低挂，但是呢，我又觉得说那一阵子美股的行情，我觉得，哎、欸，台积电有可能继续往上涨。如果它周边再加上半导体设备最近有一些反弹，所以呢，我在这里就进了。哎、欸，可是进了，好巧不巧的，刚好可能面临除权洗吧，很多人有气息卖呀还是怎么样，有回到我原本设定我想买的 MA one，但是这个 MA one。1, 这个参数的地方呢，也也也已经怎样？比我原本想买的地方股价要高喽、哦。我原本是想买在这里哦，大概不到六十哦。它这个随着几天的整理，也已经来到六十四。好，那在这一天之后呢，它它有除权洗，所以同学你要还原一下全洗啊、哦。虽然说几块钱而已不多，但是呢没有关系，两三块也是钱嘛。好，在除完全洗之后，喜欢的人今天又把它买回来了。那而且今天是收到近期的收盘新高哦，所以我买股票的逻辑是这样嘛。 我看到了比时候比较晚的，我没有发现到它这两只，因为它之前的股价其实蛮洗的哦。你看它在这个这里洗很久，所以贸然第一只的时候我，我也我也会担心。我那时候一直很想要买 M A Y，没有办法。好，那它冲这一波呢？我到这里的时候才观察到它嘛。它冲这一波，我想说我放弃了。然后这里跌跌跌，哇，连续四天，那时候电子都不好，我想说我有机会接在这里，结果没有，人家拉这一根，拉这一根我就要小心了。对，拉这一根，如果它再垫高，我就很难买了。 如果它变成在这一根红 K 的上二分之一整理，我怎么买都会买在这附近、啊、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不如我就这里时候我就出手了。好，那结果气息的卖压来了几天，今天终于表态了。那明天呢？欸、理理论上来讲，明天应该要是一个跳空的开高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没有，明天又一個黑 K 回来，那这一档我就会常讲了，就可能比较变成说，哎、欸，跑不出去的股票，我尽量让它不要变赔钱的就好，或者是在成本附近。 我最近有常讲嘛，很多股票最近我冲出去七八趴，又回来，那我宁愿让它不赚不赔，或者是小赔小赚，这样我都 OK，只是要看当下股价反应的速度。有时候我 Q 群发出去，它就瞬间跌下去嘛，那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呢，我会尽量守在啊、呃、小小赚小赔的地方。好，所以呢，这一档三羊半的找的逻辑是这样。那同样的，我又去找了谁？ 我前一阵子啊去找了金彩，那金彩这个完全符合我们的一刀流，为什么？因为我说我不可能买最低了。同学，你们都说不要追高，不要追高，我不可能买在这里的，为什么？买在这里，除非我已经瞄准这一档很久了。我这里有股票，就像刚出的中心店一样，中心店也是一百块跌回到八九十几块，八九十才会拉出嘛。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哦、拉拉出这个长虹一次过全部，所以你有罗盘的话，你有那我这一套。 它过了我罗盘全部的参数啊，所以这根我有兴趣，再加上这个平台再上三分之一整理，这一根出去我不敢追。哎，同学，你不要说我买在这一根之后叫追高哦，这一根叫做表态。OK，同学，不要看到这一根，我常讲，你们散户都会希望说买在这一根之前，买在这一根之前，你们这个遮起来，你们就是不敢买嘛，对不对？这一边大跌成这样，你要跟我说你要买在这里，你们就是不敢买这里啊。所以你们不敢买这里的话。 你们就一定是要等到这一根表态你们才会我甚至跟你们讲，你们表态之后你们也不会有兴趣了，你们这时候才会在这里问我说还能不能买了。所以到底是谁追高？到底是散户朋友比较追高，还是我追高？所以这是我想要问大家的。好，那这一根之后它在上三分之一整理，诶，这里冲出去我不敢，我等了一下回来，对，看有没有机会，全部的均线再收敛一点。 然后我就在这里沿均线下雨，我开始布，所以我大概买在一百二十八块的地方。我本来其实对它也没有那么大信心，为什么？因为它前面这里还有几个那个上影线区非常的多。但我看到这一根的时候，我就稍微有点心安了。再看到这个跳空缺口，所以我决定多留一天。好，那到今天呢，我开始做分批的部分了结，因为为什么？因为最近股票啊，你只要短期啊，你看这个已经涨三成了，快两三成了，短期涨了二三十帕股票。 很容易就变成啊比较短波段的，他就想要先出了。所以呢，我带着我们的会员、啊，对不对？先希望怎么样？先希望啊，把它放一些到口袋里面。至少，他如果要跟 AIPC 展一样，一下子连续六七根黑 K 回来的时候，至少同学我们怎么样？我们至少可以不赚不赔吧。 或者是小赚吧，这一档就算回到成本，我们还是小赚吧。我们已经在上面也出三分之一到一半了，好不好？所以同学，这是我的想法。那为什么你会选到精彩啊，同学？它同样也是半导体的材料相关的类股哦、喔。然后呢，那时候我就看，哎、欸，我觉得还 OK，所以我就选它了。好。 那想法没有太多啦，因为最近呢基本面想法你想太远，我觉得帮助也不会有太大。但是呢，我觉得至少它是符合我们的一刀流跟族群性。那时候我看到电子股，哎、欸，它能撑这一根出来。电子股在不好的时候，它都没有不好，它撑住了。那能不能有一点苹果题材？它过去有时候跟苹果有点题材嘛？能不能有一些 AI 题材？我不知道。现在只要新的东西出来，它都跟 AI 题材有相关。好，反正呢，我们就买了，买了之后我们就。 等等看吧，反正它至少这里整理的很好，全在你看到、哦、你有罗盘，你就会看到它说在全部的上红 K 的上三分之一整理，甚至上四分之一，3, 而且全部的均线都在下面整理的时候，全部的均线在下面，所以就出去了。好，这是我一个选股的逻辑。那我最近选股，其实呢，在这一些啊，泛瓶盖股里面，或者是泛台积电，哎，其实台积电最主要的就是给 AI 跟给苹果嘛，对不对？好。 所以就看新闻怎么带而已，我们也不用想那么多。但是我那时候就有提到说，我其实这一波很想回来看一下瓶盖股。我之前电视上有讲，很不幸的呢，我最近有一档啊做的、啊，今天也是很难过。你看，我给了美绿一个多月的时间，营收开出来都没有很差，结果昨天又把我的双参数，所以我照着我的几率走，它已经你看前面这里测一次假跌破上来，好，我忍了，这里。 破了一下，盘中破，我又忍了。就这一次，昨天实体破，我忍不住了嘛，对不对？就它就是要这样子走，它破了以后就上来，而且是在营收公告不错之后呢，还这样子跌。然后呢，苹果呢开发者大会出来了，瓶盖股呢它也不涨，然后呢又这样子跌。啊，今天 Apple 终于涨奇葩了，所以它受贿了，因为它是 Apple 的音讯嘛，对不对？音讯供应商，结果呢今天就涨了。啊，涨也是回到我成本附近，只是我觉得说那这样子我换股操作好了。那当然我有给大家一个交代了，就说哎、欸。 在这个成本一百二十三块、一百二十二块附近，我就是小赚小赔，我就离开了。没有办法，他真的洗我太多次了。那这样子，所以呢，除了刚刚的几档之外，我最近也是有想要去布局一些平盖股嘛。那我那时候为什么去布局新先进光？第一个是大力光，同学说好贵，不想买。对，头等舱的同学、商务舱的同学才有兴趣。第二个先进光一样好贵，不想买。所以呢，我尽量在找两百块钱以下的公司。 我有一些我的助理在回馈我，他说啊，有一些参加我基金豪金仓的同学，他们就算是买二十万块的股票，他们还是会买零股半张居多。那我说 OK，我听进去了。那大家对于股价比较能接受的空间，还是尽量在两百块或一百块上下。好，同学，所以呢，那时候我勉强找了光学股里面，我就先进光，诶、哎，它有车用的题材，它说不定还可以有一些 Apple 的题材。反正只要讲到光光学的话，光学是有族群性的，通常大家不会那么冷静。 听到光学就冲进来了，好，那时候呢，哎，我一样，我不可能买在这个地方，对，但是我对这里有兴趣，对不对？它这里开始有没有？啊？走出一个交叉，我也不会买在这里哦，因为这里我会视为是一个假底我打到 MA one，除非我对这一档股票遮起来本来就很有信心，我想买在最抄底的地方哦，我没有，所以呢，我等到它这里表态之后，然后呢，我看到最近的光学股，像三零零八的大力光。 它有在动，那时候蛮一致的。三四零六的玉晶光，它有在动，而且玉晶光跳空之后，这个缺口都没有补起来。所以我觉得整个光学股有机会走一个一致性。虽然说,说呢，苹果这一次 iPhone 十六它最大改变是什么？我前两集有讲过，还记得吗？苹果这一次最大的改变是镜头啊，它镜头变直立啦，而且更凸啊，所以它的在光学场一定会有所改变嘛。 好，所以呢，你看哦，开发者大会完，昨天 Apple 的东西都没涨哦，结果 Apple 到昨天晚上涨了七趴、哦、所以台湾的供应链昨天是都没有涨的哦。好，啊，你看昨天，你看一涨出来的时候，你看昨天大立光还这样子跌，这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哎、欸，这个已经够底了吧？WU 测上来，它直接再测回来这里，然后今天再用跳空上来，哎、欸，大立光有够难做的，两千多块的股票可以前一天杀个五六趴，跌破全部的 MA 参数。 隔天开高再过前一根黑 K，这个真的是辛苦活啊！但我也是因为我觉得光学这一波有点机会，所以呢，我就在这里哎、欸、啊那时候我怎么看？我把这里试成一个成本区，因为我觉得买的人就是买在这里嘛。所以同学，你要觉得我是呃我我买股票的时候，有时候你们看到我就哎、欸、不敢追怎么样？好，同学，这里你就不会买嘛，你一定会看到这里实际这个颈线有被过你才会买嘛。啊，这里就大概两百三了嘛。 啊，这一天你想说观察一下两百三，好，这里整理出一个小区间，所以我们就大概会买在两百四这个位置。两百四位置，这个位置为什么还可以试？因为它就是前一波平平台的位置啊，同学，前一波跌下来，它在这里平台有撑嘛。然后呢，在这里把这里卖压全部消化了，这里停损的人在这里卖压消化完了，没有再破底三次嘛？你看一个下影线，两个下影线，这里都没有再破底了。你看我光学股，光学股最近又在动，所以你就会买在这附近啊。 对不对 <coughs>？当然你也可以说，你想要可不可以挂一下 MA one，好，但是你就要去赌嘛，你要赌说这几天行情不好，他会愿意回来测。但其实这里到这里大概就十趴的空间，我觉得买的人如果成本在两百二十几，我买两百三十几，买两百四，跟他的成本还 OK 吧？我后来买在两百三十几嘛。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成本，哎，离底部一刀流应该还算 OK，而且整个光学二刀流、族群性二刀流就族群性都有在动。好，但是呢，哎，一买结果呢，市场上就传说啊，它要在这个低档的时候要募资啊，要现增，要 CB，要怎么样都有可能。所以呢，大家就觉得它最近股价不会动，所以多打了这一根。那你也可以把这一根当做是一个均线的回撤参数来，至少这一波的成本还没被破，它要翘起来了。 好，所以呢，后续哎，在最近雷老板买的一些光学股，或者是买的一些股票，不管是有涨还是没涨的，我先跟你讲一下。那如果在成本上下四五帕附近的，我都认为我买在同一个区间，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点位不会抓这么准，好不 OK？好，所以呢，这分享一下同学，因为很多人想要知道进出场逻辑，观众朋友都说，哎，雷老板你平常讲故事逻辑讲的漂亮，那你在看线、看主力成本、看逻辑的时候，我今天就花了三档的时间给大家看。 那基本面的东西，我有,沒有先讲给大家听了。我想买 Apple，就跟我那时候想买 AIPC。虽然说 c o m p u t e Test 站整个不如我们预期，但是雷老板在跟你讲这一些的时候，我们在想要买 AIPC 的时候，在想要买 Apple 的时候，我是不是都有先写在我的日报了？我,我其实都有先写哦。在六月六号的时候，其实我的日报那时候就想，Apple 今年迎大换机潮哦，降价促销成一个手段。 那 Phone, iPhone iPhone 六的外观流出、哦，我拍照镜头改款与按键成一大亮点，所以我那时候就往这方面去找。无奈光学镜头的股票很多很贵，一哥跟二贵，二哥这个不是我们一般投资人喜欢的。过去的老板几次想要叫的时候呢，大家回馈不是很喜欢。好，那我就只好去找有没有机会一起族群性的。那我也去找嘛。啊、本来我想说我手上有美绿，我就再看一下。 结果昨天就没有动嘛，开发者大会完，营收也开开台呃可以，就自己往下跌。好，那我也没办法。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找到了像啊，在、呃、大家都说苹果最大的受惠股是台积电嘛，那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要么就是给 AI 用的，要么就是给 Apple 用的嘛。所以呢，我就去找了一档谁，我就去找了两档了，一档是金财啦，一档是那个生阳半，这两个呢都跟台积电有点关系。你硬要让它跟 Apple 扯点关系也可以。 股价的机起，我也觉得至少都有回档修正过了。好，这是我最近选股的一个逻辑。好，那今天很多人还会给雷老板一个什么东西？很多人会问雷老板，呃、啊，雷老板，今天内政部讲的这个话，我要担心吗？同学，这个我也认为不宜再加码，你认为再可以再加码吗？同学，他说新闻的内容，等一下你自己看就好了。你可以回到前面，他说有五万个新的年轻人来买哦，同学。 你扪心问自己，假设你今天是二十几岁、三十岁好了，我心清安，我从八百万到给你一千万，你可以多贷两百万，宽限期变长，好不好？你买的房子一样没有降价，从你两年前看两千多万的房子，看到现在两年后可能三千万你觉得因为你多贷两百万可以让你多贷两百万，你就去买这间房子吗？你觉得这五万个人里面都是这样子想的吗？这就是我想要大家思考的地方。 还是会比较偏向我昨天跟店长录的那一集，大家可以特别节目可以去看一下。这五万个人里面，会不会有很多人其实是帮别人买的？哎，这不是我讲的哦，这是很多房市专家，其实，在你去看一些节目，他们都讲类似的话，包括很多炒房的人，他们都在讲哦，他们就找别人去买。啊、不然你觉得真的新期案下去，台湾这样子就多五万个人要买房子哦？ 我觉得不太可能哎，多给你两百万，你就敢买三千万的房子？你敢买四千万的房子？你敢买一千多万的房子？大家看到那个数字还是吓一跳啊，对不对？啊，多给你贷两百万，不就代表说你要多欠两百万嘛？啊，你回过头来本身嘛，你八百万都借不起了，再多给你贷两百万，一千万你借得起吗？我觉得大家要冷静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他不能再加码，他在加码，更多的人，我刚刚讲的那些人，他们就会再找人去买了。 那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呢，你又不能轻易的平转，所以我现在买房子的人，我至少要等四十年后、五年后才卖嘛。同学，过去这五年、五年前买房子的人，他等到五年后才卖，他的房子已经涨多少了？现在再丢出来给你买，会因为新清安多贷你两百万，你就买得起吗？你五年前看好的房子，会因为新清安多贷给你两百万，你买得起？你还是买不起啊？那为什么会多五万个人？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好，所以呢，银建这个礼拜。 我们的政府就是想要制造一个打房的气氛，你不要去逆着它，你就先忍受。我们先挑一些其他股票来以短制长。我能讲的就是这样，因为政府妥妥的这礼拜就是要有动作嘛。那你自己报银建，你想要学报波段，你自己讲波段，你自己去想背后一个东西，就是政府打了几十年的房，你认不认为这一次他推出这些政策限贷啊什么的会很有帮助？他一边限贷，一边又推新金安。 那到底房怎么打，对不对？借你贷啊，这边多借你两百万，啊，这边多给你宽限十年，啊，怎么打？好，所以同学你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礼拜银建我觉得是气氛的问题，银建有因为这样子，来同学再来，你有因为来，像我上次光光像上次银建一样，你有因为最近政府说要打房，哦，太好了，我买得起房子了，你这礼拜多去看房子，还是说因为打房，我觉得房价会跌。 所以我去把我要买的房子退掉。哎，同学，我想要转让我手上的房子。同学，你有这样子想的举手。你手上有房子或者你正在买房子的，如果都没有，你们心里都是一个想法嘛？房价会涨，就是这样而已。现在大家已经跟买香奈儿、跟买爱马仕一样，你们都是知道长期只要你手上有房子，你们都希望房价涨。你们只要手上有房子，你们都惜售。那你们就跟买这些精品的一样嘛？只要价格就是会不断的被调涨嘛。那我,我问你，价格的定锚就在那边了。 你怎么涨？你去看台北东区现在没落成这样，台北东区的房租有降很多吗？那些人他宁愿就不租了、啊，对不对？我不想要多杀多，我不想要自己降价、啊，所以同学，我认为这个站在他们政府的立场，他一定不能鼓励炒房的。你老板也不喜欢炒房，因为买房子都我这一辈的人真的是辛苦很多。我爸爸那时候两百万，他是刚当初跟我说他存两百万，他们就可以在海边啊，沙路算海边的边嘛，对不对？就可以去。 买一个房子的，现在我家那一边的房子随便都两千多三千。我说爸，薪水这这几年没有涨那么多倍，所以他说辛苦啊。早早年他跟我讲说辛苦啊。好，所以呢，房是我今天一个总结就是，最近就气愤，你不要去逆着政府说哦，政府这个礼拜要这样，你还去把全部的银建股拉涨停给他看，哦，那会被电哦，好不好？我觉得做股票要有一点伦理，OK。 好，那这个呢？电，因为最近啊，我回来买中心电了。那蛋蛋中心电我没有冲进去啦我还是用我一刀流的方式啦，哎，同学你看一下，中心电是这一根拉出去嘛？但是这里有 M A M A 嘛，然后它拉过 M A one，它站上去变支撑，所以呢，我趁着它这几天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不是带会员，我会每天买一点，对。然后呢，每天往下低挂啊，最重要就是守这一根这个平台区间。 但是呢，会员他要求就是，呃、哦，我们通常买会员就是一笔嘛，或两，顶多两笔，那我们就是会尽量买在这上三分之一，希望他未来整理在这一根红 K 的上二分之一。好，那政府我们经济部长说他要推节能方案啦，啊，今天那个 YT 你可以去看一下新闻，他说他觉得不会缺电，但是立委很质疑啦。所得我自己问一下，你认为会不会缺电啊？这一这个问题一样跟。 房子啦、啊，你认为房价会不会涨？你认为台湾会不会缺电？你认为台湾现在电够不够用啊？啊，如果电都够用，从来不用炒核能的问题，从来不用炒要不要重启什么的问题，就这样，好不好？所以电我觉得不够用嘛。你现在，你现在如果全民要 AI，全民要电动车，全民要排碳，你觉得电够用吗？好不好？好，所以呢，啊，这个冲刺 Coas，这就是我刚刚选前面那那几档股票的原因，好不好？ 所以呢，台积电只要在台湾盖新厂，它都是要买这些设备的。所以这一些设备过去几年，只要台积电盖新厂，它都有机会。好，所以呢，我日报除了六月六号，所以同学你喜欢我的日报的，你记得去订起来哦，对不对？你喜欢我日报的，你要去订起来。你喜欢看我罗盘的，你也要去订起来。罗盘最近厂商有给我们优惠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来来艾特来问一下哦，对不对？ 因为平常刘老板不太喜欢卖罗盘，原因是因为，哎、呃，我的员工在那边教你，而且教你，你又学会了多一招，对不对？好吧，江湖一点绝，供出来都怎么这样？我不会讲那台刚好几点挂，然后供出来不半刚嘛？啊？没给的，没给的，供出来没给的，对。所以呢，从从这次就江湖一点绝啦。我买的股票我一定会参考这个，你刚刚看我在开罗盘跟你讲，你知道。 好啊，我昨天啊，我今天的日报我讲的是中心电啊，同学你有空你可以看一下。那中心电啊，国内高压 GIS 设备龙头，我更新了一下，我再更新了一下什么？我再更新了一下，哎，最最近的电力新闻又变多了。有人说有人说，最现在的重电未来还会涨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年台湾的电价可能涨几趴，你猜？现在已经四月说要涨十趴吧。 未来有可能有人在说，今年要一口气涨三四十趴哦，啊？为什么？新的政府上来重新审视预算之后，反正怎么样要涨，我还有四年的任期嘛。同学，这是我的逻辑啦，不对，请请请,请，就就慢慢包含一下。我如果要做一个比较容易刺激民众不满的，但是是对的政策的话，长期来讲，我会在第一年做，对不对？ 我后续还有两三二三四年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做其他事来弥补这个民怨。我不会等到我选前才做、啊，所以你觉得今年会不会再涨电价？哎，这个再交给你思考。我看股票，我还会去思考这些议题。好，所以同学，那这一天的日报就跟你讲，哎、欸，电力需求成长是趋势了。重电来看这边，重电有望再起，数十经济市场。那我也顺便带一下，为什么最近股票比较难做？ 有时候你以为雷老板在追股票，有时候我想要追的是那个趋势性啊，但是就很快。好，那在我的日报每天都会跟你介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会影响到大盘，对不对？苹果强谈三大，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今天苹果瓶盖股会强谈啊？为什么雷老板会之前有买一些瓶盖股？对，指数高档震荡，手中个股表现，所以今天是个股表现哦。今天大盘两万两千点了，同学，今天大盘两万两千点了，开一下给你看。 今天大盘真的过高喽，两万两千零九十四点哦，而且这个跳空缺口上来，这个缺口都还没有被补到哦。投信外资，外资今天再度占回买超喽，这里外资今天再度买回超，外资已经怎样？今天又买了一百多亿哦，一六八亿哦，极具啊、呃、怎么样？吉利性哦，一百六十八一路发一六八亿哦，我们来看一下 OTC，所以呢，贵买最近啊，啊 比较重要，贵买今天也创高了，同学，贵买今天也创高，而且贵买这一路走上来，之前啊，大盘留下来等它嘛，最近贵买是一路创高哦。有同学你有感吗？没什么感觉，对不对？因为要选对股票，要选到台积电，要选到红海，有点难。好，但没关系，所以呢？ 同学，这里呢五日十日线沿着走啊，大盘目前看起来短线上还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就要回来啦，那同老板，啊，没有什么问题？我的银建今天等跌成这样？银建这礼拜是七分。那海运呢？同学，我可以看一个东西，海运运价没有跌，但我昨天就跟你讲了，这时候海运你要技术性操作。运价，海运今天这是海运运价的走势哦，盘中跌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盘中的时候，阳明、望海、长的这些。 也是在差不多时间跌到最低点，后来尾盘又拉起来。昨天我就有跟你讲了，我昨天就跟你讲，如果你想接的人，你不要在这里贸然去抄底，你等它今天是可以跟这里前面一样，一根大黑 K 之后是可以跳高的，而且最好昨天不是锁跌停，这是我昨天给你的建议。但昨天锁跌停，我再看一下，我说如果昨天锁跌停，今天一开盘跳的比这一根低，你去看我昨天点几，今天一开盘去跳跳的比昨天低，一开盘就往下跳。 这是开盘价在这里，七十四块多往下掉。我跟你讲，今天不妙了。为什么？你管它运不运价，今天就是气氛的杀盘了，再多杀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来看到这一根这样实体黑 K 干了下来之后，你看这一波这一群红 K 重新进来买的人，都死在这一根了。他们不赔钱或者是小赔，他们今天一定会砍出来。这里砍出来之后，把连带撑过这一根的人再继续往下砍。 所以造成了两次多杀多，为什么？守短线的人，守五日、十日线的人，昨天来不及跑了，跑今天；守月线的人，今天一开盘跳破绿色的月线，所以今天停损。今天这里的停损，这里的停损，带动了这一波的人全部要形成一个逃命波，再停损，在停损下来之后，连这一个平台，你还是要记得上次吗？还记得我吗？对不对？这一根我那时候跟你说，这里极具意义性，因为它守住了前一个平台，这里。 全部的回档空间，所以呢，导致后面有这四五根。所以那时候有人来问我说：“他买来这里怎么办？”我那时候说：“你等这里，如果这里有成功，小红 K 会垫上去；如果过高了，只要这里过高之后，那时候我跟你说，你的停力点不能再设在这里，停损点、停力点不能再设在这里。我跟你你说，你要往上移，移在前一波高点附近，或者是前一波高点上三分之一，这样至少你在回来的时候，你只会变小赚小赔，而不会变大赔。如果 那一天那一阵子，那几个同学有听进去我的话。这里的阳明，你不会大赔，你相信我。这里的阳明，你不会大赔，这里的海运你不会造成大赔。但根据我营业员资深的线报啊，以前营业好朋友的线报，最近一堆人海运咕噜咕噜大赔了。但如果你也有当初我看我的节目，这里你不会大赔，真的那一段我讲的很详细。我跟你说，这一根黑 K 它没有锁跌停，它有救，它在月线附近，它隔天如果开高跳空。 开始有小红 K，他有机会用几根小红 K 垫上去来过高，因为这是强势股的走势。我那时候就跟你讲，你可以去找这一天赢的节目你去看，我是不是这样子讲。五月三十一号，六月零三号，这里都讲完之后呢，我跟你说，只要它有过高，你回来你不要再去守到这里这么远，因为你原本想守这里，因为当初他们都买在这里嘛，买在高高的七七十块接近八十块的附近。所以我说你回来，你只你要赌它过高再冲一波可以，但麻烦你。 守住自己的成本附近，就是你原本八十块附近，只要它过高回来破这里的，你宁愿放弃它这一波，你会少赔十几趴。同学，你有看节目的人？如果你到明天可能少赔的会扩大、哦，因为你本来是这里到今天少赔十几趴明天如果气氛又不好再往下点，少赔二十趴，真的。好，但是我跟你讲，回到这里我有兴趣，回到六十块我有兴趣。假设真的要这么狠的话。 我不希望他回来，我手上没有，但我也不希望他这样，我可以找其他股票做，同学。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你可以去把钱，不止运用在之前的海运，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好，所以同学，这是我今天跟你讲的海运，我跟你讲了。那如果你手上还有海运的人怎么办？同学，如果明天开盘不是往上的，那我建议你就守今天的底吧，你很想凹的。如果明天开盘直接往下， 以我的做法啦，不一定每次都对。我觉得它很容易，明天开盘一往下，它很容易回来测六十块，非常容易，真的测六十块，那也是一个有效的去测它，好不好？如果那里没有效，就不需要跳空缺口这个玩意儿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是这样：那如果明天往上，你就跳空往上；明天股价开盘比今天高，你就守今天的低点就好，对不对？因为你。 都守到这里的，你想要找一个反弹点啊？如果明天开高往上接近成本了，你就先出一趟吧，管它后来运价怎么样，这一波你的成本就买的高，人家太多了。我们在五十几块玩杨敏的时，王阳敏玩杨敏的时候，哎、欸，怎么一直念成王阳敏？那是一个那个艺人。对，你们到了七十几块、八十块才买，这个才是真正的追高哦，因为你们追在第二只脚的地方哦。同学，我当初买杨敏是在这里耶，哎。 那你们追到这里才买，这才追高哦。这一根我不认为是追高哦，这一根是有效的赌局哦。我永远都会追在这个地方或这个地方的，我愿意哦。再给我重来一次，我愿意哦，我愿意为你追哦。因为你看哦，我们再回到这里哦，又跟刚刚的形状又一样了、哦。带我按过来一点，不要看到那么后面。 来，同学，这里是跟刚刚形状又一样了。你不会买在这里的啦，这里大家在停损啦、啊，对不对？你去看我前面讲的是一样，你不会买在这里的，所以我进出场逻辑真的没有骗大家差太多。好啊，你也不会买在这里的嘛，因为想说哦，这里还有一个压力嘛，会不会又压回来？好，这里之后你开始注意了，它怎样一次过了三条均线，它连季线都过了，看我的罗盘更准，啊，整个指标都翻正了。对，在这里的时候。 这边它的指标方正了，整个我可以变小一点，按错格这里，你看这里黄金交叉有没有？这一天黄金交叉，过几天你再买还来得及。这里也还在黄金交叉，我线的力量跟面的力量都黄金交叉起来了。这是你你罗盘之外你看不到的东西哦。当时的 K D 也已经早一步黄金交叉了。好，黄金交叉又跳上很多 M A 参数，这是我设的。 很多短线的 MA 参数全部被它跳上去了，所以这一根对我来讲极具意义性好不，OK？所以你不可能买在这个底的啦，那个底是大家在停损啦，同学，你们都希望我帮你买在这里了，买在这里的走势是这样的、欸，我怎么有办法啊？对不对？一路往下跌，我都不知道跌到什么时候嘞，对不对？哦，你都希望我买在这一根哦，然后最好隔天就开始涨，对对？隔天开始涨哦，涨这样，有难度啊，同学。 我们要知道资金有进来，一定是底部有爆了一个大量，然后融资有进来。我那时候跟你讲了嘛，这里融资几万张谁买的，对不对？谁会在这里？哎，前面你这里都不买融资几万张，所以大户在这里才要买融资几万张啊？为什么你前面不每一天都买一些？啊，人家就说到这里要拉动了嘛。所以我只能这样。如果你们又要时效性，我只能这样做啊。所以我那时候你看回档回来，是是在红 K 的上二分之一整理，然后打勾，你最慢你可以追在这一根。 做这一根，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里还在追高，不一定啊。如果成功了，哎，同学，这里如果成功了，五十五块，杨敏最高八十五块，五十五到八十块，三十块的价差、欸，接近五十几派，欸、那就看你要不要喽。OK，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开始怎样？不是到这边了，对，要开始回答你们问题了。好，我直接买超哦。好，有一个感恩蛋黄蛋白蛋壳，人人渴望有壳。哎，这人很有趣。 西瓜卡现在不可以绑 Apple Pay，对，没有错。而且高雄，我昨天有口误，我之前也去过高雄，高雄它也是可以有手机。我我弟跟我说还有什么悠游卡贴纸可以贴在后面，也可以直接感应。好，西瓜卡现在可以绑 Apple Pay，但新加坡那个不用绑啊，就 Visa，你手机里面只要电子钱包有那个 Visa 卡就直接 B 了。 好，如果要生活过得去，持股总要带点绿。哇，这是我早期的粉丝哦，这句话竟然记得，没有错。如果要生活过得去，持股总要带点绿，最好再来一杯生活绿。好、哦，六二八八连家，帮你看一下。哇，连家这个呢，走势就比较丑了。对，好啊，罗盘，来，同学买一套罗盘回去吧。罗盘最近还不错，哦，价格还不错。哦。好，你看。 这个完全是都是死亡交叉走一段时间的，OK？这个其实如果早期在做，应该最慢破这里就会停损的、欸、，MA one 这里破这两根就会停损了、欸，大概会损在三十四块的地方，或者是这里破 MA two 三十二到三十四，不会到这里。好，同学，这里大概就底部了，你如果还想守，就守二十九点七啦，这里不要破，为什么？我一拉开你就知道，啊，这里就是长期的它大底啊。 对啊，你都已经到这里了。如果你是真的很长投的，你就等它翻多吧。对啊，这个我没有什么建议，因为它最差基本面最差的时候，也大概就跌到这里了。除非大盘崩掉了，大盘崩掉你不要怪我说，哎，为什么股票破底有、哦、同学，大盘崩掉就是崩掉，全部股票都会破底啊。哦，六六八八连加，但它做车灯的嘛，LED 它也是刚需，它慢慢好，但不会快快好。车用就这样啊，我车用最近有有挑一档嘛，对不对？ 给我的精英账号经账同学，你看，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哎，老板是追高，呃，我只能这么说，因为呢，我前面这里我没有参与到，但他这里用跳空的，所以我不可能买在跳空的，所以呢，跳空上来的隔一根，我放大给大家看，这一根我买不到嘛，啊，我一样不会买在这里嘛，对不对？啊，他这里在上海我有兴趣，可是他隔天他就直接跳空了，哎，同学这里躲一根，一架所涨停哦，所以我这里的时候可能指标才刚跳出来，啪，他就跳上去了。 所以我怎么样，我就等嘛。啊，等的时候呢，他这有测 MA one，但只有测一下价，张数不多，没买到。那天当天才九十八张而已，我就在忍。我忍他到到他怎么样？他过这个实体，这也是打突破也是一种方法嘛，因为他这种是比较过长期高点的打突破方式嘛，对。所以我我等他过打突破的时候，我打在六十三点多六十四块。 啊，当然能忍,忍受了几天了、啊，但是我打这里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去赌它突破，因为这里我不可能买到，那这里我想要冷嘛，对不对？啊，我冷了，我冷到这里的时候，我本来想要去挂，就我看那一天日内根本没有成交量，我不敢我说真的，那一天我不太敢，就是他点的这个位置没有点，他如果穿过去，我我就有机会成交比较多。但那天我看的时候盯盘嘛，李老板盯盘的时候都没有盯到。 好，那回来呢？等了几天，哎、欸，结果发现它实际过高了，哎、欸，有量了，我就出来，我就继续看大家就这样。好，那这个单量我刚刚是讲错了，应该是讲说它过这一个穿的时候，MA one 的时候，那时候很快，所以呢，你没有什么价格可以买到它。然后呢，我看到这里实际过高，我跟我的研究团队，哎、欸，我都有跟我研究团队讨论哦。我们有技术团队，也有那个基本面团队。我们讨论完，我们觉得，哎、欸，那买在这里，它都有这里。 赶回来跳空过这一根过高，那你很高几率它有机会再往上走，所以它这里就走的比较温嘛。对啊，啊车用就是这样，就像你刚刚问我廉价，为什么我现在带 TVC？因为 TVC 也是做车灯的，所以所以这一次车灯我选这一档哦，好不好？我的会员，所以同学，如果你的廉价会买那种地方还是怎么样的，呃，我建议你来参加我的会员吧，或者是买个日报回去看一下，对。 客观股市房市都讲得很好，他还讲我昨天那一集，谢谢雷老板，不会，我也谢谢你们。宏基买在五十七块要停损吗？王俊，宏基目前这个位置就是回到前波低点了，就跟刚刚的连加一样了。你要你到这里都还不卖，你就是只能凹了。为什么？因为这一波的人大概都走掉了。雷老板当初买这里啦，对不对？我带着你们的时候，我买在这附近。然后呢，我本来说我要赌一档大的嘛，AIPC 我看对了，有没有连涨两根？哇，那这样子会不会？ 股价过高，我其实不太不太通常，以我以前报标股啊，通常股价过高，五十四块不会只涨十趴啦。这是我的想法，我可以接受你回档十趴然后再上去，就你看哦，最近股票多然做，他就直接，哎、欸，同学，你有你有没有想象这样的股票上去，它可以连续几根黑 K，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根呢、欸，连续十一根黑 K 回来，我后来说不行嘛，我为了保护大家，我还是得在红 K 这一根差不多这里我就出掉了。 我本来这里，哎、欸，我我真的是做做做。我本来在这里的时候，我还接了一次、欸，哎，我拉出去的时候，我先调节一部分嘛。上去的时候我没有加，我等它回来去测这个前高。今天这这一根呢、啊，都有讲的比较激动，我讲到操作都比较激动。这里本来哦，盘中还是收红 K 哦，所以我想说，哎、欸、呀，我加对了。盘中收红 K 就代代表说它打到前一波高点这里，回撤前一波高点这里有成功。 最漂亮是打到上面就好了，不要打那么低。对，哎、啊，你看他，我就看他回来实体，我可以打到有上去，我就加了嘛。再把原本卖掉的地方买回来，结果一下来我就不太对，所以我在这里就全部把它卖掉了。因为我有加码单，所以我这次要守得更紧。那整波单是小赚但如果不是我会的人，啊、很多人可能就觉得 A I P C A I P C 怎么都不涨，啊，就包这里来了。对啊，那这个就比较麻烦。我有一档也还套着啊，光宝科啊。 啊，就是你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呢，你只能冷冷看了，对，因为这里是停损波嘛，对啊，啊你你这里就要看看说这个 MA 参数有没有办法撑了，因为指标它真的回来太快了，对、啊，这个也是连续十几根黑 K, K，没有料连续啦，但是这个波段，所以同学这里，而且我这个光宝科我还忍到这里哦，我忍到这里哦，它上去的时候我不敢，按、啊、一样嘛，你不会买在这里啦。 这一段是你看从上一个平台砍下来，这一段是大家在停损的时候，那你买了过高这一根嘛？啊，这一根我们追太慢了嘛？一一二嘛？那一一二，我想说，哎，你到一样都是刚刚到，你看下去之后上来，我都想等一下，结果没有不行。然后那一那一那时候大家都觉得黄仁勋又来了，整个气氛很好，没有？又直接跳上去，我还不敢，我要等忍一天，我想说接在这个平台区间，你了不起，在这个平台里面晃。 我那时候想说你了不起，我接在这里，你了不起，在这个平台晃都站回来了，就没有更差。所以这一档我目前也是在等哦，对啊,啊，基本面出来了，营收出来了，都没有什么不好啊，这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好不好？那宏基如果到这里了，如果它不是你不是单档 all in 的话，你只是部分像五趴十趴，我觉得你可以等一下看看，等他下一次机会。好，雷老板很幽默啊，这谢谢，就是讲昨天那一集二三零八台达电，我觉得台达电还不错啊，至少比光宝科好啊。 因为我都讲过嘛，它是台湾潜在龙头嘛。那那如果你觉得它很晃，你就 MA One 操作嘛，只要它离 MA One 太远，你就把它卖掉一次嘛，对不对？啊，如果回到 MA One，你就再接回来。这是我对台大电的操作方式，好不好？好不好？他蛮牛啊，他这么大的公司，他当然牛啊，他有八个部门诶、欸，他一次好都不会八个部门一起好的啊，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你现在觉得红海不牛？红海过去十年有多牛？ 对不对？过去五年呐、啊，不是十年，有多牛？你现在觉得红海不牛啊？台达电也要等到下一个机会啊！啊，它确实就是好公司，所以永远跌到一个地方就有人要买嘛。每次破三百就有人要买、啊。好，那帅帅2百五万运价啊，这个运价的有讲过了，说是否因为它是港口业务所以不受影响？五六零三。 不受影响吗？今天还是有受一点影响哎、欸，我我觉得它这个都是有受影响，不然理论上它昨天它应该就锁得住了，对啊、哦，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多多少连空运，我的空运昨天都受影响了。我还是跟大家强调，我觉得空运这一波在涨，跟海运不一样哦。我跟大家强调、哦，空运这波是涨光光，跟跨境电商跟大陆需求复复苏哦。现在我们电商，你你我记你买东西，你等货你可以等三个礼拜一个月吗？你不要，我讲过，你都希望两个礼拜到货。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华航，呃，甚至呢，法说会上有讲华航跟长龙航，他认为全部航空今年都应该迎来史上获利爆发的一年。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买它的，而且当初华航我是买 W 底哦。我这里上去的时候，我观察了、哦，它下来回撤又上去，我这里还是忍住了、哦，我等它再打一次 W 再回来。我是在这附近，哦，这里下去上来，我看它过 MA one，我是在这附近才买的哦，同学，我是在这附近才买的哦。 我并没有追在这里，我是看它这里 MA1 有重新站回来。那当然在这里的时候，我又提醒一次，这打 W 底就更漂亮嘛。那时候我跟他说，华航打了一个 W 底，好啊，这是我买的方式，欸、因为它在全部的参数之上啊。今天又回来回测 MA1，我会等等看好不好？那大家可以注意哦，我那时候六月六号刚给你们看的那个日报，所以同学。 如果可以订日报，麻烦订一下。那如果你觉得我刚刚的操作还不错，虽然说最近的操作比较难做，但是我我都难做了，我相信你们更难做了，好不好？因为最近其实包括等一下都有好几个朋友，交易圈的都做，之前都做很好了。等一下都来拜访我，我们要讨论一下。好，那日报里面的六月六号那个，还有说瓶盖股怎么样的操作会比较好？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最近有提供瓶盖股日报那天的四月哦，所以你如果来留言，来艾特来留言瓶盖股四月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四月的版本给你看一下，OK 吗？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哦，大家记得来领一下四月的日报，好不好？投资不迷路，老板帮你过我们明天见，拜拜。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